锅子温度假设没有很高的话，他便说他还没定型，我去翻它就容易破掉。基本上餐厅好了，可是会变成是说让它稍微收干一点会比较好吃。你好，我两份蛋，两份葱跟甜辣酱都好吗？甜辣酱不会辣，一个咸的。要加甜辣酱，也不要加。看去后补刀补。我们老大比较会念书，去念台中女中嘛，然后最小就他念书，就跟他说，不然以后去读那个联家什么美容美发也不错啊。我老大高中了，我家老大已经高中了，我结婚都快二十年了。真的啊？没有，我们是比较早结婚的，24岁就结婚了。他说不结婚就要分手，那你要不要结婚？给他大好机会。对，我24岁，他28，他说女生哦，过了28再来价值就下降，他很担心我不要他。对，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不结婚就分手，然后我说然后我说你让我回去考虑一下。他是类似有点想要记录园林的小事。对啊，当然不算，我是说就是会的啊。他就是不算来跟什么？嘿，有点类似像 YouTuber， 然后介绍园林的美食，然后摄入他做旅行。对啊。然后老婆不在的时候，那就还是很好很快的。还有眼镜。对，有眼镜就完了。另外一个是小朋友要吃吗？大概几岁？大概几岁？因为我大概2岁以上小朋友加甜辣酱量是不会辣。哦，不行，我们那个他太敏感。对对，他连胡椒都。可他觉得辣。对。那还是不要加好。上次有买过，他觉得味道 OK。我第一次来。忘了很久以前。很久以前。对。要不要塑胶袋？早上我叫他。要不要塑胶袋？你说皮带吗？哎，不用皮带，我用。好，那我帮你装。真的很痛苦啊，要不起床，有时候。还是我给你一个小的，你小的也可以重复使用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用，不用吗？这里的。它其实从小就比较老大，这样的皮带。因为我是老大，在家里家长、爸爸妈妈要求。这袋子是小朋友的哦。弟弟的，就是弟弟妹妹的，年纪比较小。是最近没有加的，对对对，加也是啊，老大跟的比较合适，他最小的，来，有吃的是没有加的，对，有吃的没有加，里面装你一个，好，谢谢，饿了，在大同国中，真的，但是他们都因为我们倒班啊，我是想说要他们跳舞跳跳身体比较健康，他老大比较会念书，对啊，不倒班。拿火上来就比较好翻。老大很会念，然后还好，他最小的。给大家好不好？完全不喜欢牛氏卷，是想念。其实煎的方式有点像以前明伦国中有个叫明伦蛋，有点像。他很喜欢画画，所以我们就是。主要是你蛋是在外面。对啊。他老大是。明伦蛋饼，他的蛋，他的皮是在里面，在外面，然后我的蛋在外面，因为我觉得其实。外面第一颜色比较美观，第二的话，它其实因为我可以创造比较多的口感，对，因为我其实会把，我其实蛋的部分我会留一圈边边的面皮，
所以冰冰面皮在高温的时候它会渐渐的硬化，所以的话它冰冰两边吃起来脆脆的，但中间有单一的地方一样保有 QQ 的口感，这样口感比较有吃吃风味。儿子，我不知道，儿子学什么？学跆拳道吗？对啊，我是想要。OK 啊，跆拳道武术。然后我们教到女儿，我又不学这个东西，结果我女儿叫方振中。女儿方振中。对，所以的话，你会发现煎到后面，它这边是会脆脆的，中间一样 QQ 软软。对。好，阿姨你好。小女儿。就是一个人。那我们口味每天都会换，就是都会有个特别 special 的口味。对，所以的话，一方面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冰箱，就是我也希望食材新鲜的可以销售完毕，换下个食材。所以的话，我们走特别 special 概念，就是一我们好备料，第二客人可以保有新鲜感，他可以他每天就会期待每天的口味会怎么样。计划啦，本来想讲要去台北，不过即摆疫情较严重，我嘛惊，无确定啊。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一个吗？一个30，两个50，两个比较便宜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了。今天有热狗口味，你要升级吗？还是原味就好？原味就好。好，葱跟甜辣酱呢？葱跟甜辣酱好吗？要什么？甜辣酱不会辣一个咸，那葱好不好？我喜欢甜辣酱。你喜欢甜辣酱？太棒了！对。两个，要不然两个好。两个好。一个不要葱。一个不要葱。好。很多大学生来买。啊？很多大学生来买。很多大学生来买。很多，也不算大，应该是学生吧。很多学生来买。对呀、啊。很快你能再做咯，你这个比较通的嘞，你好在这边哦，我帮你先把点开下盘。那不要从这个甜辣酱可以吗？不要从这个甜辣酱，我这个甜辣酱那个我去选过，那个不会辣。那没有葱这个可以加吼。好。下雨。弟弟吗？好。红花。好啊。还有那红花。来，你好了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吃袋子是热狗的哦。这是热狗的，谢谢，还可以哦，你看。你好。谢谢。
前有吃过吗？第一次。对，第一次。我这边给你名片，吃了喜欢可以先打电话。那 QR Code 是粉丝团，每天的口味跟休假时间都在上面会公告。对，可以参考一下哦。对啊，可以先打电话。咪咪。要不要带纸张？好。你应该在地球恋爱社里哦。啊？在地球恋爱社里哦。怎么样哦？是。哎，你若愈晚，可能卡会愈高。妈，今天天气还是不会啦。遇水则发、啊，对不对？多安慰自己的一句。等下，丝带子是没有冲的。好。丝带子没有冲的。好。好了，这个没有冲哦。谢谢。香。有，你们就好。哦，不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来。